各位，我要崩溃了。我昨天下午7点多到的广州，然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来广州嘛。今天准备是去香港录个 vlog，顺便玩。不对，今天就是还没有，今天准备放松一天，然后去香港录个 vlog。今天录一个 vlog 的行程，but 我这酒店好死不死的，反正就在马路边上。然后又有点认床，就一整晚彷徨不已都没睡好，眼睛肿得跟只能跟死鱼脸一样，要崩溃了，眼睛好重啊！我今天这个腿到能不能？可是我这个点，怎么办？睡不着，眼睛又好疼。我现在好丑。是什么熬出了我的双眼，熬出了我的黑眼圈？现在是6点的广州。是那个兰蔻的防晒霜，防晒反正肯定是要带的。洗面奶，哎呀，我洗面奶也是带这个，就是快用完了 CBB 的，这是我用的第二支了，上一支是那个 SK2 的洗面奶，它 SK2 的洗面奶我觉得没有 CBB 的好用，可能我这支用完了还会入手 CBB 的洗面奶，然后。舒丹的护手霜，买点，这是买的超大支，我强烈推荐大家不要买这么大支的那个护手霜，放的不好放，还是买小支的吧。然后丽芙莎的那个乳，这个是小样，所以外出旅行的时候携带非常方便。这个 CBB 的水就一点点了，所以我就带出来了，但瓶子真的太大了，下次可以买那种小装的，然后把这个水挤进去，这样就方便携带。这款是之前看那个张韶涵他们小红书上有推荐，所以那个时候就种草了。这几天就是 You Smell 他们天猫旗舰店刚好做活动，就把这个草给拔了。手柄是罗马柱菱形设计，还有是那个杜邦毛刷，软硬适中，对我来说就是说刚刚好嘛。它太软了。它这个软度刚刚好，刷头的软硬度对我来说是刚刚好，因为太硬太软的话对牙齿还是有一定的损坏的。最近它那个跟那个电视剧《知否》有合作嘛，然后我买的时候还送了《知否》他们那个剧组的剧照的那个贴纸。 You Smell 电动牙刷最近有做活动，入手的话差不多200多左右，然后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天猫旗舰店搜索 You Smell， 他们最近好像有做活动这样子。这个的话是那个牙齿矫正牙齿保持器，还有是卸妆油装到这里面，小样。植村秀的这个喷雾舒缓作用，
好清凉啊。然后这个是那个魅力派的那个，这个是魅力派的精油。然后我最近不是又烫又染嘛，然后底片头发超级干燥，这个头发稍微好一点点。它这个比那个摩洛哥精油有一点好，就是它涂完之后手上不会特别油腻，然后比较清爽型的这款，我买的是清爽的。针对那个我的发质比较粗，它针对的是那个粗发质的精油，嗯，个人觉得还蛮，然后味道也蛮好闻的，然后又很不油腻，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油腻的东西，黏黏的放在头上，黏黏的。这个是菲洛嘉的一个眼霜，好，最近用的是菲洛嘉的眼霜，因为我开始现在就最近用这种抗衰老啊这种产品，就是尽早的用抗衰老的产品，把自己弄衰老。好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个小产品啊，小样啊，防外出的话我都是带这种小样的。这个是植村秀的一个那个精华，美白精华吗？然后我平时没怎么用，然后这次就拿出来用一下。嗯，这个是那个，就是本土的一个祛痘的那个祛痘的一个产品，所以也不知道它什么名字了，创口贴。噔，还有啥来着，那就没了。还有露娜的洗脸液，我觉得蛮小，那个这个是 mini 的洗脸液， mini 对我来说刚刚好，太大的那个我觉得我手不好握，然后它又震动，我不是很好握，我感觉小样啊，不对， mini 对我来说刚刚好够用，然后体积又小，外带也很方便。哎，废话一大堆，好吧，我去化个妆，整理一下，等下出门吧。这个住的地方真的有点可怕。早上来这边吃这个汤粉。这个味道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虾，然后这个是牛肉。30分的列车，好，我养我的呀。
to a church. I passed along.
只猫头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第一天去动物园玩耍。好嘞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动物园里有什么伙伴吧。这是我的功夫熊猫，它经常叫我功夫。好的，现在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功夫太极拳。吼吼，好吧，谢谢大家看我的表演。接下来是我的泰哥，我的老兄弟。嘿，宝仪。是的。嗨，我的老兄弟，老虎。虎哥，哦，我的虎哥对我视而不见，那么 say bye 了。哦吼 ，rabbit。两只小兔子在干什么呢？哦，这两个小兔子，好吧，他们在睡觉。你们靠得太近了，分开一点。太近了，啊，哎，他们粘在一起的。哦 ，sorry。啊，这个是。Elephant 大象，这个是有象牙的大象，大家一定要爱护动物，保护动物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小英，我找朋友的故事就到此。